罗律师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老丁有可能是温丽的下一个目标。英子呢是这个意思，可是我不太相信。为什么？老丁这个人我了解，他呢是一个工作狂，在商场上是一个很厉害的竞争对手，但是他对男女之情好像没什么兴趣啊。太绝对了吧，男人都有点烦心。这么给你说吧啊，这些年在老丁身边的女人有很多很多，没有一个得手的。嗯，没有得手。他有没有什么子女啊？他有一个独生子，好像一直是他的心病。当初他把他送到美国的时候，是希望那孩子学企业管理，将来接手家族的生意。但是他儿子好像对这一切不感兴趣，一门心思的想进好莱坞，想要拍电影。我还听说那个孩子好像现在回来了。What did you come for? You don't owe me anything. I'm going to do what I want to do. Take care of you and cure you and remain with you if that happens. But you can't help hide. You're not going to jeopardize your standing as a doctor. You're just getting started. I won't let you be stupid about it. I couldn't bear it away from you. I went through yesterday.Holding my breath if I were being hunted. I couldn't seem to work or do anything. So I had to come. I'll get a room on this floor. I'm here as your doctor only.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ve. So I had to come. Nothing.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ve. Nothing at all. Drive the memory. Let your mind go.Child. What did happen? Whom did you know as a child? I'm haunted by that. I can't see by what. 他的目标不是老丁，是这个小丁。他想先认识老丁呢，完全是在曲线救国呢。还有啊，嗯，你前夫给温丽这封信寄出去没有啊？那意思呢，让他把信写了。但是他说最近他有点忙，等他忙完了，再让他把信寄出去。嗯，看这样，罗律师是把这立功的机会留给我了呀。江律师啊，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见你前夫，但是能不能抽个空陪我去一趟？咱们宋华鼎商量一下，看看他给温丽这信怎么写，行不行？好，谢谢。写的不好，太生硬了。孙总啊，你得让他以为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还是一心一意的等着出去之后跟他要在一起。你得说点情话呀。啊，你不用看肖总，你们两个现在是利益共同体啊。您现在说什么做什么，肖总应该都不太会介意吧？你现在做什么，我都不介意。好吧，然后你还得给我写一个推荐信，把我介绍给丁总。我再把温丽的这封信寄出之后呢，我就会动身去上海了。丁总，我叫温丽，是孙总宋华鼎介绍我来的。哦，孙总不是被判了吗？啊，您知道了。坐。已经快两年了。嗯。再有不到一年半就可以出来了。啊，丁总，这是孙总让我交给您的信。你是他的秘书啊？对。我从孙总草创的时候就跟着他打工，那时候是真艰苦啊。没想到孙总事业初成就经此大难。孙总出事以后，公司其他人都跑了，就连他的太太都跟他离了婚。可我毕竟是跟孙总干起来的，谁走我都不能走啊。这两年我经常去监狱看他，孙总帮我又在上海开了一家房产销售代理公司。
也是想着给孙总将来东山再起积累一些资本。林总，孙总告诉我，您一定会帮我的。那他有没有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啊？孙总的意思是，能不能把您开发的房产交给我销售？可是我们有销售商了。丁总，我一个弱女子，以前都是跟着孙总打打杂，根本没什么经商经验。本来我也不想接的，可是孙总出事以后，他的资产被其他的股东和他前妻剥夺得一干二净。如果我不帮他，他出来以后一穷二白，这辈子还能不能翻身就不知道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。